哇，家里一片乱，在准备录影，但先把功课写一写，琴弹一弹。好，我们继续准备。好，今天我们租的是哪一台？哇，全部挤满。早餐。好，姐姐，我们今天要去哪里？我们今天要去哪一个地点，爸爸？印象新竹。对。好，来早餐。我们选择了男子五头烫。哦，好。到底下头烫。好，我们过去要多久？一个多小时。一个多小时，好吧，耶、yeah, ！有没有很开心？对于我这种人就很长的一程。有没有很开心要去露营？有。今天露营的计划是要干嘛？玩飞机。哎，泡温泉。哦，好，我不知道我们会不会泡到，我 see。OK， 先吃早餐哦。我们现在到哪了？苗栗啊。哦，好，那这样还有多久？38分。Yes。 哇，进到山区里了。头发好乱哦。This is our home for the night, right? 来 unload 咯，你们也要帮忙哦。哇，没有露出来了。一个小时后完成。然后妹妹做了一个，妹妹 ，What is it? A moat? A wall? 早餐店，完全看不出来，但蛮可爱的。啊，来到女子早餐店。哇，你这样一个小时做一个，这个好像那个可以挡水的。来 ，smile。It's like a dam, huh? Yeah, like a beaver. You're a little beaver. 来做一下，妹妹走吧。Let's go. 妈妈，我跟妹妹是 adventure 好。用十人帐还是比较舒服一点哈，两个双人床垫还有一点位置。茄东 F 区，好，都完成了，去找朋友。哦，飞机飞了。好酷哦，拖在后面的。哦，你们还有冷气。哇，有冷气还可以睡觉。变魔术，等一下，他们上不去第二层的。哇，而且他们还有哦，还有两层。哇，还没好了，大家是在排队。不要，不要。
kids put together drinking beer and we call that a wild night. Yeah. 今天是水饺大赛。对。我就吃大家水饺，我就不吃我家的。我们来试探敌情。试探你们的秘密武器是什么 ？I don't know. I don't know 为什么是 the secret. 好，开始准备包饺子的馅。今天我们的秘密武器是墨西哥口味，看看成不成功。我们来洋葱、牛肉、cheese， 还有。好，哇，姐姐，你们在切干贝哦。你们今天可以学怎么包水饺，加上牛肉。哇，我们在学会。哇，你包的第一颗哦，你等一下示范给我看你是怎么包的，是专业阿姨教你的吗？对啊，顶泰丰来的。专业。我给我看你刚刚包的，姐姐。哇，来 smile 哦。这样子煮会有点恶心哎，你这是你要捞紧哦。我知道那一组在用哦，像这个样子。妹妹姐姐 smile 哦，感觉有点湿，可能要煮久一点。妹妹，你这是什么饺子？超大的吗？包子。包子。你要弄紧哦，有动那个煮的时候它就会漏，你的线就会漏出来。哇，面粉超多的。哇，甜水饺。对 ，with banana and 哇，那个 yummy， 哇，包的像小 envelope 哎、欸。Yeah， I'm gonna eat that。很像那夜市卖的那个泰国的那个。Are you？ Thank you。泰国的那个香蕉煎饼哦。Oh， so there is。Oh， it's like from Thailand. Yeah, yeah, that's nice. Good. Yeah, that's good. 最重要的 taco seasoning. 好了，我们开始包我们的墨西哥口味。哇！回去，回去。做的很油。你有小排家人水饺吗？嗯，来，来，还有，好啊，谢谢。Banana, cinnamon, and fruit 水饺，哇，看起来好好吃哦。来，走。Let me try. Wow. Let me try. Yes. Dumpling. Oh. Stand in line. Stand in line. What? It's a whole like kind of like top. 叔叔有练过。这放哪里？你们。哦，我就问你，你先拿一点，然后我就。不用，你先来，我等下。好。Chef usually eat last. 晚上。表舅从。美国给我戴的帽子，今天露营刚好。What are you guys playing? Glove sister. Be careful. Hey, baby. Let's show everyone your hat. Wow, so bright.Are you having fun today? Is it fun? Why are you guys all colorful? It's glow sisters. Oh, glow sisters. Egg s'mores. Wow. 只有只能 roast marshmallow. Bless you. 这个腌了地瓜浆。那你们好开心哦。好吃哦。一百都可以做。好的，小朋友都过来看电影，好可爱。爸爸，我们要去附近泡温泉。到了。他们的大众池是这样，还有按摩，就是这样啊，就是泡这个啊。妈妈有无赖，
摸摸看，你摸舒不舒服？在我这儿啊。今天很冷，走。我已经迫不及待要赶快进去了。那你们赶快去啊！可是我没有泳帽哦，我把它放到哪？好，等一下。我要去那个鱼的房。烤箱、蒸汽室，还有儿童戏水区。儿童戏水区，哦，是冰的、哦。我刚刚有看到小朋友在玩呢。啊，你敢进去吗？这么冷，那你们就去温的吧。你们等一下生病了。夏天再来玩这个吧。哇，你看那个哥哥就跳进去了。那么冰，算了吧，今天才六七度。姐姐，这好玩吗？ Yeah. You like it? Okay. 3, 2, 1. 哇！好玩吗，妹妹？你喜欢泡温泉吗？跳，You like it? Is it fun? 我跳。还有小鱼吃脚。妹妹 ，How does it feel? How does it feel? 痒吗？是什么感觉？啊！不要抓鱼啦，不能抓。这边好玩吗？你有给鱼吃脚吗？有啊。还有吃你哪里？你的哪里的脚比较脏？是什么感觉？很痒。很痒哦。差不多要走了。啊！哦，有一个大鱼，有一只黑色的咬我的脚趾头的中间，中脚。姐姐，这哪一个词最好玩？就是这有什么 ？It's already 10 minutes. Let's go. 他们还要洗澡，还要关门了。好，走吧。嗯，泡完了回露营地了。哦，哎，户外洗碗。好冷，风好大。哇哇，你们又在烧 marshmallow， 好幸福哦！你看这个什么，很特别，很漂亮吗？可爱哦，这个也太可爱，这是他的衣服吗？对，还有角落生物的棉花糖，哎，还不是普通的，哎，来这个美酒美酒，我们试试看。好喝，开心。好，来，我们开，不行吗？太冰了吗？你小心。I don't want it. Thank you. Thank you. 你烤的好吃吗？来 ，smile。回到帐篷，觉得今天应该很难睡吧？妹妹，你开了门吗？哇，这也太恐怖了吧！今天这样怎么睡？It's okay. Don't be scared. 风真的好大啊！好，啊，看看这暖炉有没有效。You sleeping? Hey, good night. Good night, 妹妹。I love you. 终于睡着。碰过风最大的一次，还好有电毯，还有小电暖。
哇，帐篷还没垮，也真厉害。早上了，我先去外面看看哦。早上虽然风很大，但爸爸带的电暖炉就很暖，很温暖吗，姐姐？很温暖。早上了，姐姐起床，昨天睡的好不好？我一直有人的手的，在我鼻子上。昨天风好大哦。然后他现在还在睡觉。嗯，现在也才七点半。七点半。对。昨天风超大的，都睡不好。你看，哦，到现在也是，胶条都掉了。这个帐篷应该要说再见。不过还好，如果买新的帐篷，然后坏掉也会很难过。掉啊？不会。啊？胶条都掉了。谢谢爸爸带电暖炉吗？啊？那你还吹？整个车子很臭。哦，对啊，有漏油，这个好像不是适合的。下次分开就好了。哎，你们不要跟我的电毯放一起。早上，我不关那个了。哦。你有了早餐，看看怎么样。Breakfast time， 来用 Costco 的半熟吐司试试看，半熟面包。你要吃咸的还是甜的早餐？你醒的吗？这个要吃吗？水饺奖颁奖。有另外一餐。魅力叮当奖，最漂亮，谢谢。无限奖，这个真的很厉害。创意无限奖的得主是第二组，是谁？魅力。水果。I voted for you。有气可嘉奖是，有气可嘉。第三组 ，Area， 有气可嘉奖。是什么？妹妹，海苔松，耶耶，不错，我们是好姊妹。好，所以等一下是要分合作无间奖是 Jenny。你们在干嘛？拍照。Is it fun today？ 我去找妹妹哦。我要去收帐篷了。然后一只狗在踢我的鞋子，然后它突然就把我当兔子一样尿在我身上，我就赶快跳开了。哪一只狗啊？那一只 French Bull。哦，它在你身上尿尿。它就闻我的鞋子，然后它就突然转身了。还好你闪得快。它就喷了那个尿。哦，还好你闪了。赶快叫妹，我们来搜一下吧。
好，大家都开始收了，我们也可以开始收了。Did you do today？ 今天有玩到什么吗？没有。哦，太冷了哈。昨天有睡好吗？已经冻起来了。好。啊？妹妹还继续回来睡，我们开始收喽。风还是这么大，继续努力。你们在抓虫吗？他们不放。哦、oh, ，It's okay， 等一下。我放的太大，不要忘记蓝脚。现在先让他们玩啊，他们够了，不要忘记蓝脚，蓝脚很重要。你要蓝脚吗？蓝脚。哇，你们也抓太多熊虫了吧？你看，佳明，妹妹对他温柔，你这样他会受伤，他脚会断，小心温柔。Put it away， yeah， let it go。好，你不要再弄它 ，it'll die。这里还有一只。好了，都收干净了。姐姐、妹妹，姐姐、妹妹。这个看我们编你的。哦。好。来，你们那个，好要捡起来哦。来了。我看这棵树哎。哦。看。哦，都已经长酿了。对啊。这次这一家煎印象煎食好玩吗？嗯。哎，这次露营最好玩是什么？我想一下哦。你们抓虫吗？我后来我发现妹妹带我去一个秘密公园。哦，还有秘密公园。来，你们来分享一下今天这次露营好不好玩？好玩，我昨天都没吃晚餐。因为你都在玩。那你呢，姐姐？觉得这次露营最好玩是什么？都很好，吃水果冰淇淋，吃水果香蕉水饺。你呢，姐姐？什么最好玩？都很好玩啊。那什么最好玩呢？你推荐这边？没有最好玩的。有没有推荐？推荐什么？我知道温泉。哦，对，还有泡温泉。好吧，那我们就走咯，你们说拜拜了，拜拜。